这里有一个喷水池，然后呢，它叫做芙蓉爱之船游轮饭店，因为它的外形看起来很像游轮。哦，我们到 check in 的大厅了，要办理住房。我们拿到我们的 check in 的卡片了，然后还有早餐券、情人卡的券，还有下午茶点心的券。那我们就要去哪里呢？电梯啊，我们要去737号房。Go。房间到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床铺，噔噔，两张双人床，要赶快看外面。Hooray, nice view. Sarah, go check. Look at that. He's over there. 哇，你看我们的海景房，噔噔。Don't fall into the water. 哇。The boat. The boat over there. Holy ocean. 哇，双人喜欢吗？这就出去了。不行。对啊，大海，这边就是大海了。台湾。The end of the harbor. 台湾海峡，淡水河接上台湾海峡。带大家进来厕所，这里有浴缸。哎，都在那里玩，然后就是使用用具，然后这里有两个门。第一个门是淋浴的，第二个门是厕所。姐，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？游泳，没错。你看，饭店附的拖鞋 ，Tina 也有。游泳池到了，哇，好多小鸭鸭哦。游泳池了，耶！游泳池，听了小迪，松儿不见了，松儿，好，情人桥，然后这个小池的水才50公分，所以松儿下去，包括小迪站在那边也都不会淹过他的头。听了在做按摩椅。小迪一直拿着那个小鸭子，怕死你了，怕死你了。耶，我们游泳完洗完澡了，他这边的梳子还有紫外线消毒，双手在吹头发，这里很漂亮哦。然后这种锁啊是那个密码锁，就是我们刚刚都有可以寄放在 locker 里面。然后洗澡的地方很大，然后有这个沐浴洗发乳，然后另外一边还有免治马桶的厕所跟一个洗手台。吹头发，游泳好玩吗？好玩。然后我们几个玩家都发抖。对，都发抖了，好冷哦。这里的其中一个七楼就是我们的房间，我们现在要去散步一下，看看那边有什么。哎，松儿，你看这里，松儿 ，look， 这个就是情人塔，对，明天我们会做。对啊，去看那个夕阳应该很漂亮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夕阳，哎，有没有很美？哇，你看，这里是夕阳哎！哦，又看到了飞机。我们来到这里，大概看了10架飞机了。
哇，这里有船。船。这边有很多吃的店，我们在找我们要吃什么。这个是小飞机，跳跳船。还有什么旋转木马？说，索尔刚刚说什么？我们要去玩。索尔想玩，小迪想不想玩？呀，他们两个已经看傻了这个小飞机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坐这个是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实在太棒了。这是我们刚刚散步的桥，下面有很多吃的店，然后这个就是情人桥，爱绿色，爱绿色妈妈，爱绿色的，还爱红色的，红色，就下降了。跳来跳去的嘛，哦，那里还有摩天轮，手要消毒。这个是一个摩天轮，哇，这里有一架飞机，飞机，飞机在这里，哦。然后松文跟小迪他们在这个里面，我们晚餐决定要吃这个披萨。它这里很可爱啊，还有一个小楼梯。哦，看到大家了 ，Hello。妈妈爬楼梯。对，妈妈爬楼梯。你看这边很棒，这边还有一个海景可以看耶。小迪准备要睡了，奶嘴狗狗，helicopter 都全都准备好。松儿还带了这么多只皮卡丘，伊布、冰伊布。早上好 ，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， 我在饭店起床了。起床了，而且我们睡到早上九点，从昨天晚上八点睡到早上九点。几小时了？不知道。8到9啊。13个小时。昨天太累了，没睡午觉。然后我们要起床去吃早餐咯，因为我们的早餐我们早餐只有到10点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吃早餐。阿曼耶，我们的早餐拿回来了，有荷包蛋、培根、青菜跟薯皮。你拿了什么？我要青菜，还有巧克力 cereal， 还有一个巧克力牛奶，还有小迪有鲜奶，还有这个粥，三种不同的粥，水果跟吐司。三儿在做什么呢？抹果酱。你有什么口味的果酱？草莓跟橘子，草莓跟橘子，你在抹混合的果酱。我是要最美的果酱。Yes。
前进一个，哇！哇！来这边，来这边。松儿正在开车载我，嘿 ，Hello， 松儿在这里，小鸡跟爸爸在后面，哦跟爸爸在睡觉，所以我们要去吃下午茶。下午茶，走了。吃完瓜子就可以去吃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吃下午茶。在这里，那他一张单子可以选两杯饮料跟六个蛋糕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只用一张，所以我还剩一张。这样子。我们的下午茶来了。有马卡龙蛋糕，这个蛋糕是对，我们在情人塔，等下我们就要坐这个这么高的到上面去看风景。我们住的旅馆，走，往这里走，往前走。OK， 我们要去吃拉面。拉面。牛冬粉套餐。这个是味噌拉面。嗨，小迪，我们来看姐姐在外面做什么。姐姐在做什么呢？姐姐在画。姐姐在画画哦，真的耶！你在画什么呢，双儿？一座城堡。城堡。城堡。哇，你看我们的海景，超级漂亮的。
还有天空的云真的是云跟海是一条线。天空飞行在天空耶，飞上天空，有看到飞机吗？在这里，小小的，小小的，小小的飞机，对，飞机看不太照起来。飞机，小丁丁几岁？两岁。How old are you? I'm three. 然后双儿在画画。小，我没颗小，没颗小。好玩吗，小丁？好玩耶。好玩耶。